你跟他想一下，我能不能换蛋糕可以吃的东西？这个。好，对，皮肤主要，没有就是保养是更重要，皮肤我也可以拿来吃，保养品也可以吃。保养，某个的，某个的。这个广告是他拍的，我们看看好不好？有这个韩国朋友很漂亮的广告，来来。哎呦，너옛나시시시시시시저희비빈데요비비로말가주면부위가비비라비비진주한비비컴팩트엣지하우스哎呀，这个啦，就是送给我们就这一个东西，是，对呀。那么这个在台湾它停留多久呢？저는내일모레다시출국을하고요10월2일에저희미나미시네요쇼케이스가있어서다시대만에올예정입니다就是后天才回韩国，之后呢，10月2号在这边有一个原来是美男的那个 showcase， 一个小型演唱会，所以会再过来。哇，你看刚刚一讲，所有的歌迷朋友好开心，10月2号，好吧，一定要去支持。哇，那当中最开心的是，我们马上很快又要见面了。제기쁜것은곧다시만날것같아서기쁘다고요네저희쇼케이스때같이오셨으면좋겠어요然后他现在一定要请你们来看那个10月2号的那个演唱会。一定一定，不管然后表演要来 after party， 我们也都会在。after party 都갈거래요공연말고你累了一整天，回到饭店里面打开棉被，我们也在。可以들어가서같이있을거래而且音场好。开玩笑，开玩笑。不过今天来啊，这个真的给我们带来很欢乐的一个气氛。我们也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歌迷朋友更多，所有人都一起来支持你，好不好？好。再次谢谢我们 Park Shin Hye。谢谢谢谢。进入我们的超级舞台，上得了这个大舞台的人啊，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哎呦，哎，过去来讲上综艺节目那是过江之鲫，是不是？那上这个大舞台肯定要有他的第一个知名度要够，没错。第二个人不一定要帅，哎呀，这什么东西啊？不能这样讲嘛，应该讲重点，表演是一定要有实力才能上得了我们超级舞台。人不一定要帅，我要帮后面要出来的铺路啊，让他们。但是一定表演要好看，表演要好看，要会唱歌，本身要上过社会新闻啊。哦，但不瞒你说，今天来的这几个都有上过，都上过，都上过，都上过。我们这边也不遑多让，都有上过社会新闻，几根鸟毛都能够上头条。对，真的。好，今天他们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是是，出道的地方。哎，对，没错，对他们，他们是从星光大道出来，舞台上诞生的。而且今天会来这边表演，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即将要办演唱会。对，9月11号这一段时间呢，应运而生哦。莫名其妙出现很多歌星。对，两项比赛比了一下，100多天制造一个巨星，对不对？好，还有什么很多星光大道啦，是超级偶像啦。超偶啊，旁门左道啦，啊，没有这个东西吧？啦，啊，哪有这个东西？旁门左道歌唱大赛，没有膀胱尿道吗？不是，那这比赛名称很怪嘛？膀胱尿道歌唱大赛，谁要报名？举凡有膀胱尿道的都可以，都可以去。他这样一解释下来，就是他们是星光大道出来，我们这几个就是走旁门走道，合理啊，合理嘛？在他们的旁边嘛，对，旁边介绍，一起来欢迎几位，他们都超级唱将级的，是一见面就是哇，他们两位的合体啊，太棒了，是大家最喜欢看。前一阵子也是新闻热门的这个一个组合啊。等一下，等一下，人家什么时候合过体啊？他们是一个团体团体的，宪哥，基本上如果平常大家这样介绍，我们都不觉得怪。可是你一介绍完，哦，大家就喜欢看他们合体，我们不自觉就觉得一起来看神木压到头。传说中的背叛魔咒，只要唱过的人都会登上社会版的新闻。杨宗纬是。我系音乐人。下个不停，风要吹。终点被我再淹没，记着
想和你见面，爱上已是从前，层层回忆像它洒在雨。有没有看到？尤其梁文音，还有我们这两位神木雨桐，他们三位证明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哈比人出头天。哈比人当歌手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演唱会啦。有没有看到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是刚做完的一个演唱会。对宪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是是是，那有成功吗？有开过演唱会吗？还没。我连唱片都还没发过。好好加油，好不好？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发唱片。经过一段努力之后，你会慢慢习惯这种状况。对对，他应该快习惯了。要不来一一跟大家先问候一下。好，来来，谁先来？队长，队长。哎，大家好，我是杨宗纬。哎哎，哇，一出来就不一样。第二位，大家好，我是文英。哎呀，文英，哎呀，好想念。两位一起了。Hello， 大
家好，我们是神木雨桐，我是美珍，我是赖明伟，好，来掌声鼓励一下，美珍赖明伟。所以你看啊，你们一出来，刚刚舞台上一唱，有没有？四个有没有？一二三是喷火的，有没有？那个叫下重本。哦，哎，我们我记得其他人呢也有喷的，啊，也有些有啊。像我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只拿给我一个仙女棒。后来我怕，我怎么知道烧完了？你知道吗？烫到。完全就哇，还为了取景需要要拿到眼前，但是还有火花嘛，是啊。不过要先问一下四位哦，就是因为这一次呢，在9月11号的星光大道演唱会上，除了你们四位之外，还会聚集什么样其他的歌手呢？其实还有蛮多人的，像佑嘉，然后还有嘉怡，对，大家都好习惯就是唱两个字两个字称呼，比如说什么仁甫啊、中宪啊，对不对？灯辉，可是梁文音用两个字来形容，一直很奇怪，也 OK 啦，对啦，会让我们怀念我们的前辈，对啊，会有想怀念文音阿姨，只要我叫了文音，我都会叫阿姨，对对对对对，就很想要接文音阿姨，大家好，我是文音阿姨，你好，文音阿姨最近文阿姨阿伯拿的打麻将，跟一些老朋友。多年了，他现在在天上，我们一样打打麻将。啊，我嘛表示他回啊，陈一郎嘛对外回啊，啊，跟那个金门王嘛对外回啊。哎呦，讲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看，当艺人哦，哎，拜托，连人生最后旅程都快乐。对，真的。所以我们挂的照片都是微笑的。还有没有？那你们这么多人，你分配唱几首，会不会吃味啊？你不会啊，你根本是一个人就够了。他唱一个小时啊！没有，我就知道你一定来音的，跟会不会大家互相就说我唱那么几首，你唱那么多首，对啊，怎么有公平呢？耍色心，我来分文音唱几首。没有几首，就是给时间自己去准备。好酸啊！你要讲那给你多少时间？给你多少时间？所以他一个人是分配多少？他有哽咽，没有几首，就多少时间我们就唱多少。人家哪有这样啊？不讲几首，那给时间多少时间？大概15-20分钟吧。15-20分钟，你是多久？哎呦呦！我有点忘记了，有忘记了。哇，你学潘迎紫这一招，今年。哎呀，潘迎紫姐姐，你今年几岁啦？啊，忘记了。出现晚上吃什么？他会绕到晚上吃什么？好，一个钟头。没有一个钟头。如果他一个钟头的话，我们应该只有10分钟吧？哇，那还好，我没去起不了。大家好，下来，时间到了。那你们俩是一定一起？对，我是上去就化妆去了。这么惨哦！时间，精彩的原因是在于很多歌手的穿插演出了，所以你要他们说表演几分钟或是表演几首，可能也不好那么解释。对啊，对啊，对啊。不过真的要恭喜你们啊，一夜成名，对不对？你杨宗纬算红的最快，对对啊。我上社会版新闻的频率也高，你有什么问题，你给我一通电话，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出力嘛，对不对？我拢专门甲代志撸不撸大条的。本来是没事，本来没事，一找宪哥就出事，哦，越弄越大条，就扯到你那边去了。不过当时媒体也给他的封号，就是77日打造一个巨星。哦，真的也不容易。你看上帝花7天创造人类，对不对？然后媒体花77天创造。再说演艺圈，演艺圈多少？不要说花7年都还不能进演艺圈的也一堆啊。对啊，而且他唱背叛，结果比主唱还要红。对对，翻唱比主唱红。不过唱过背叛的都容易上社会版。哎呀，对呀，哦，那主唱更严重，还香港货，还飞机的一波。后来他说没有啦，大家误会，因为我们有交情，我不是踢他，我是要推他进计程车。哎呀呀呀！我操！这交情真的是，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踢你进车过，我们交情可能也没交情没有很好。对对对，那文英也聊一下近况哈。是。